又开始吃菜了，姐妹们，今天吃的鸭腿扇子骨。烤了一个土豆，野芹菜炒香干，来一个下饭小菜，红油笋丁。现在有活动啊，想吃笋丁的可以去主页橱窗里面看一看，两瓶更划算，就是特别脆，而且是麻麻辣辣的，都是今年的新笋子。